气氛是否有些尴尬，对于我出现是否感到惊讶，我还在上车之前所有肆无忌惮的那些谈话，聊着读那个学校那个科系，读那个科系未来什么出路，也许我们的话题就勉强只能支撑在这里。我现在该不该离开这？我现在该不该逃离这？我现在该不该离开这？我现在该不该逃离这？聊着读那个学校那个科系，读那个科系未来什么出路，也许我们的话题就勉强只能支撑在这里。我现在该不该离开这？我现在该不该逃离这？我现在该谢谢。